最想要解了。怎么样？再见跟开业吗？老师，这个开运假睫毛真的很开运嘞。老师是这样子的啦，今年我要主持金钟奖。什么奖？珍宝仪。金钟啊？金钟奖啊？来，喝这个，如日中天，万众瞩目。接上给你，闭上眼睛，想象你一个人站在舞台上的时候。